可以。他们就是就从训练赛搞到比赛。无知。哎，小狗有在。欢迎上单 ，Prince， 打野微微，中单 Fofo， 下路 Doggo， 辅助 Chris， 主教练点。再次欢迎 BLG 平安银行。那我们就这把先把打野拿了，打野这把还有赵信，对。但骚分又是一个有一点鬼点子的，这个可能性比较低。来了，骚分来了，杰打野。走下看看拿什么，因为格温现在也在外面，对吧？格温拿下来打的话，也还行。格温会比较脆，可能会拿那儿。咱需要一个小前排，有没有？哎，格温啊！哎，格温还是格温。就是这个点，你要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从一个角度上考虑，格温会更好，就是。其实飞机和进啊，格温都不是很怕，对对吧？左边的两个大 C， 格温都不怕，那剩下的都是一些小控制这种，而且他们必须要在中期拿到足够的优势。中期你看他的三，想动手，刀锋已经在路上了，看见奥哲里怎么说，要来了，这一勾，哎，刀锋没有交闪，那这波很危险了，挡了一下 Q 还可以，结果刘信都挡住了这个。是这没谁想到，这辅助把我卖了啊！哎，左山这个位置，这个兵线感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，疾跑也不开了，直接原地。这边水龙，这边 Angel 没有什么蓝量。哎，左山这边一技能用了，是有的。这波感觉要出事儿，直接打上来，左山应该是被秒了。最后伟伟拿到这个人头，那上路这个先锋要不要直接？得充分抓好这个机会啊，要不然你给一个后期阵容拿两条龙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勾了一下，没定住，先打一套伟伟过来了，接来抢，结果过来要带龙的血量还很多，而且他被立场定了，好尴尬，伟伟这波，这边进来要出事了，伟伟把那个石头给骚分秒掉了，接拿的这个人头，他这边解满了，而且女坦也倒地，能看到一个互换刀钩，刀钩直接被伟伟都烫死，被什么给定到了？看是被立场还是被追名给定了？先给了个 E， 给了个立场。哎，就是被立场给定了，最后一秒钟有点没啊，这波说实话。然后奥直接接大招，这波北北也是有点，因为他是从那里翻下去的，就没把他翻上来了，真的有点没，他过来啥事没干，但是感觉微博不想放啊，会不会流苏都来了，炸药包交掉，那这一波先锋感觉拿不了了，封一下走位，封一下走位，那你但是这个时间一抓不掉呀，对不对？还有4000多血，是啊，有点来不及。BLG 的双人组也赶到了，等于 BLG 这个配合有点糙，想先动左帅，但左帅现在这说实话打的 你明着来就有点过分了。是的，开疾跑直接往后拉，这里过去还要继续入侵，先把视野排掉，那这个先锋打不了了呀。这 BLG 换还一波塔，这 BLG 有点乱，有点乱，真的乱了。骚分再消耗一波，骚分 W 已经交掉了，但是有闪现，怎么说？闪现拉开，女团大招被躲掉，进两狙也没机会带走，但是骚分又没血了。大招直接给 on 的勾已经出手了，但是被华彩定住，被定到之后大招往后给自己跑不掉了。就是但是顶在前面是个酒桶，还是算了。这三条龙丢的。但微博现在心里很清楚啊，我都拿停牌龙了，我急什么？对，虽然是个风龙吧。往前顶，往前顶，泰坦跟酒桶打了一波消耗。格温进场了，刘庆松交秒表，但左泰顶的这个位置过不来。感觉兄弟们要卖了呀！左泰这个位置顶的太好了，刘庆松直接被卖掉。伟伟这边开大招往后拉，近开起大招往后，但是这一勾、没有中闪现勾，但是左泰现在打的有点太凶了。不过刚才飞机没有炸药包。就这把感觉风火对炸药包的一个控制使用不是特别的到位。我看这波紫菜真的挺夸张的，过来以后捡一下开立场封在这个路口，双飞直接过不来了，这太难受了呀。闪现勾，还有这个勾没中，这勾中的话又想动手吗？这个时候想动手可没那么容易啊。如果他们把目标选择在昂身上的话，那可能会被格温捡死，硬冲一波炸药包，走了。而且从保命的装备上来看，左边这里微博好想开啊，闪现一勾没勾到，但是现在风的伤害还是很高的啊，很想开这波打完定住，这边骚分再往后拉扯，这条龙感觉不能再让。
左下顶到前面去，利用走位躲开了飞机的 Q。微博想开 ，BLG 想拉扯，想消耗。啊、在等下一个出攻的时机。这一个激光刺到了还是比较痛的。但是中路的兵线顶过去了，勾到飞机，飞机又被击飞了，飞机很尴尬，没有环境，这个死亡秒秒，兜狗也是被切掉。乐善切兜狗，飞机已经倒了。乐善那边在打酒桶，刘青松这边也是要被三人众收掉。出大事了呀！这边乐善怎么办？来个人帮忙，直接闪现过去来，漂亮！这波要打 ACE 了，直接打了一波零换五。这双 TP 过来保大龙，这波打完基本拿下。炸药包的问题，这炸药包跟这个小龙嘛没配合好，真的。我直接给勾了回来，这一勾直接坠机啊！是的，而且按照后面的伤害跟得很足，再加上被套的点燃丰富，也被迫交一个肯，交一个左，下一个秒表疾跑就顶着你双 C 往前逼。是的，然后 Angel 也是跟上，回头还想打，但是后面 Angel 直接交闪过来，直接 Q E A。哎呀！哎，上路这里好像是，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直接闪现追，骚分，骚分搞起来了，开搞了，开搞了。但是骚分就是死不掉，你是不是？骚分这种选手就是，十大未解之谜，十大未解之谜啊、嗯！哎，又是这个位置，哎、这波总是要死了吧？哎呦，难刀，最后是闪现补伤害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不解决，真的不解决问题。骚分这波死是牵扯的，哎，但是这一波。微博要帮一下阿玛，还是直接卖掉？我们就是给大招，不对，空枪一枪，刀骨是带走二人头。大招是他人的肩膀而过，但后续还要继续追击，继续追吗？美美自己有危险。哇、哦，这一发还要普攻，没有什么意思，踢过来，但是踩了个陷阱，他也知道自己被发现了。左下这边交 TP 过来，想逼人，哎、呦开机走了，瞄准刘少。刘少怎么说？刘少感觉跑不掉了，完了。刘少下一发 E 可以直接过墙，不用 E 了，直接剪死。而且他 W 现在开，继续的顶你的双 C， 双 C 打不了，输出过两左山杀起来了，安德的输出也很高，安德及时开了个秒秒，没有死，葛文又杀掉了泰隆。哎呀，狙击。哥想回来强换，他确实换掉了 Angel， 但是也只剩下自己这边一个的风风了。Angel 说：“他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很简单，我们要做一支大家喜欢看我们比赛的。这个定位很精准，我觉得有挺有意思的。这个说法，我当时就没绷住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他这个双 C 没办法，这双 C， 哇，被那个哥们往那一顶。”布奇哥下来是硬换了一个，拿到了七打。飞机的影焰是有了，这一波要看，哎，接先动二，直接被秒掉，哎呦，没死吧？有一个秀还是被秒，但是左下这个位置太紧了，风波直接被剪死。是的，骚风每个左下又切刀哥，刀哥这个位置，骚风打着过来，怎么人呢、啊？怎么回去了？刀哥要被烫死了，刀哥被直接烫死了。这么精准的伤害计算吗？哇，只留一个呼吸哥。杀了一个啊，也不解决问题啊！微博这个上野杀人诛心，就顶着你双 C 往前拱。是啊，过去就是个卖的，说白了就是个卖的。哇，拆了呀！这两个门牙直接拆掉。那个后面采访，这如果说微博赢了的话，我希望能问一问骚粉那一波回头是怎么回事？是真的伤害计算到了吗？去啊！那恭喜微博，这场比赛打的还是。比较出人意料吧。